它其实算是一个圈圈啦。嗯、对啊，它是一个圈圈。嗯，这个刚刚有去挖吗？这个。那个里面没有虫卵啊。这里啊。有啊，活体物质。活体物质。等一下，我先。欸、这是我刚在挖的，可是我怎么没挖到虫卵？没有，因为它挖因为你没有挖进去啊。挖很多。好，我犯蠢。给巧克力挖。不，是要电钻，电钻挖。巧克力超会挖。我看一下啊，我先看 tape 看一下。对对，这里。对吧？啊！啊！哎、欸，有了，挖到了，没有一个，有架了，茉莉来吗？茉莉来了，可以架两个，再加一个。哎、啊欸，他挖好多，较长。等一下啊，我们的花不是还没有弄完？对，花还没，所以等一下要拿花。可是他已经叫那个嘞，那就可能重染是主线吧。反正先守住这一波，哦，空降舱我们可以不选择，可以选择等一下再叫。赤火斧头，太痛了吧，爽了。可以，我就是伤害型的、啊。我跑。我走后面。踩毒哦。小心哦。又中毒。我都还没玩过中箭呢，可以用看，有时候用一些炸药或什么也可以，感觉 OK 了。还有一点，又来。谁在打我？臭虫，坏虫！我是在上面看，还有这 B 卷，好刺激！大字掉下来，我死了。哇、哦，好猛哦！谁？还来啊你！干掉！感觉有点源源不绝。不要叫、啊！是不是一定要赶快按呢？其实打不完啊。应该不会吧？我不知道、啊。我们还没按呢、啊，应该还不会吧？那就要找那个、啊、一种花，还有四朵。哇，不好找哎、欸！可是也只是直线，好像没有站起来，好像安全了。对啊，没有再升了哎、欸。嗯，那就是没咯。好，那就大家找一找一种花吧。军，我们后面有小虫。哦，打死他。你可以，绕回来了，傻眼。對啊、我觉得这里感觉我们都已经探索完了，里面还有啊，更深一点的地方啊，有吗？就我想说，刚刚绕到一半，据说要回头啊，没有啊，没有，那边我有继续走，那也是圈圈哦，也是哦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可能是在上面吧。好啊，还是我们按了回去，沿路看看。对啊，我们按那个上去看看，啊、反正至少主线重来有获得。怎么上去啊？让一张。要先回到那个茉莉那里。他在走吗？要去按那个按钮。按按钮。巧克力嘞。巧克力在茉莉。有在这里，我在按按钮呼叫喽。好。不是，哎，好。按了。上去了，好，上去。Wait for me， 有我来了。噔，哎，哇，你这个泡棉真的酷。哎 ，Go。沿路可以看看有没有那个一种花、啊。咦？怎么了？那个在哪里啊？它还在下降中。所以我们还没有看到。对，一种花好像还没来。
不是一楼方面、啊。他是在那边呢、欸。空降舱已经到了，可是没有看到花。这里有可以挖的、欸。哪里？这里是不是好？我来。好，你来。哎、欸。挖得很香。好。哎、欸，有花，两朵。够吗？要三朵。不够，还缺两朵。有，这里还有一朵，三朵。缺一个。后面有人吗？我们这里需要你们了。来、欸，好多小虫啊。对，很烦。你们在哪？按 Ctrl 来找我们。这里前面需要钩锁。三。钩锁或者是泡棉。你们是怎么上去的？等一下。勾了。好。我没有子弹了。你们叫一下。勾了就赶快走。你勾的没有过去。哎、欸，不是叫这里吗？哎、欸，我这里怎么有两朵花？到对面了，或者是到下面，到对面或到下面。哦，不止哎、欸，整个地下全部都是花哎、欸。赶快！那你拿一下。你在？那我们回去了。看不到彩彩。但是我后面超多虫的，救命！哎呦，保护你。你有一段距离哦，你小心。茉莉在哪里？茉莉呢？招茉莉，他是不来啦。我子弹好少哦，没子弹。要死我！我是个小废物。好，我们尽量撑。哇，躲在我的机枪旁边。我掉到洞里，有，可以上去。我痛不痛？我是拿稿子敲了。重点是那个茉莉有没有来帮我们？对啊，茉莉呢？他是不来了。哎、欸，他好像不来了，因为回去了。是因为你点那个，所以他不来。对，空降舱已经到了。哦，空降舱在哪里啊？是、嗯、这台吗？对，那里。对、在下面，在下面，没错。这里吧。顺着这钩索，这里。说不定这样也会算了。哇，你这有点可怕、啊。后面有大虫啊！有大虫啊！有大虫！啊、还有一只嘞，还有一个人。啊！我炸！炸死他了！屁呀、啊！没有。哈哈。他死！这个不要把仓也炸掉吗？擦巧克力！中毒！哎呦，都倒走！茉莉罢工。所以任务完成前不能按，嗯，对，按了茉莉就会不来了，嗯，他已经走了，对，哎，下次就知道了，支线，那也只是支线啦，至少我们主线有过，啊、哦，挖爽，对、嗯，哦，挖那个黄金就是额外赚钱。然后风母石好像是可以加装备的那些提升，所以可能看一下。风母石，嗯，哦，大家挖东西。哦，这个，你看，我们完成这个有获得那个银矿，嗯，银矿刚刚升级有需要。来看哦，升级哦。升什么、啊？装备。装，对，我刚刚是想升装备。我刚刚都没升诶、欸。那怎么升啊？就点啊，点。再来要四等，有这样我武器啊，高弹夹这样子应该哦，懂了。对，它可以这样升更快。我觉得主要就是先升武器吧，其他应该就还好。照明时间好，钱很多，买。灯。枪。Can't wait to try this out.我的改造很北蓝，他就说我们对你的枪支进行了超频改造，它射得更快了。不要问，警官享受就好，最好也别让管理部门知道，拜托。感觉很像，很不错，可以。电钻，钻得更快，下一个多，
有，我现在有看到我的战斧，我的战斧有八个，所以捡回来还是很重要。欸、它右下角有那个、哦、防具，防具也可以提升。大型矿，我、哦、说装甲套装护盾，嗯，好，修一下护。哦，然后我现在才发现，它装备的改造啊，其实是二选，就是多选一。你改造哪一个，它装备只会有一个。你们可以理解吗？我知道，就是二择一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我怎么看到装备改造？这边有装备终端啊，啊，你有武器啊，点武器，就可以改造。装备呢？装备右下角啊，装甲套装吗？装备，对对，装甲套装。哦、嘿，啊，可是你说二择一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改造，感觉好像可以改造很多嘛，但其实就只有一个啦。哦，你可以先解锁，但看你要用什么。对对对对对 对, 对、啊，我可以。拿更多东西，好。矿物交易还不行。我也在想改造那个更加那个、欸、拿更多吗？对啊。拿起来。我比较啊，拿起来、嗯。我要用这个，我要当矿工。我们是啊。Modification bot。那奇怪，我们的无人机怎么感觉都没有？无人机是怎么叫出来啊？我没有。他有一个改造无人机。对啊，这个无人机是还是有呼叫无人机的按钮。对啊，奇怪，选项呼叫补给舱没有啊？带上了。像他这个打叉叉，因为是外国游戏，打叉叉就等于启用，打勾的意思啊。对，就打勾的意思，所以那确实有启用。对啊。不管。没有就没有啊，稀罕哦。对，真的稀罕。Go go。看看哦。哦。嗯。哎、欸，你看别人按机器的时候会伸手，觉得你看我，你看我按机器哦、喔，有看到？有，什么东西会伸手按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看我，我看起来好蠢，应该是这个。收集铺路蘑菇，剩什么啥、啊？嗯哇的！这是我的位置。哦，有额外啦，收集二十个蘑菇有额外300块钱。啊、哦，支线完成就有额外的钱钱。嗯，加油！我低头。噔噔噔！我们右下角看呐、啊，危害级别二挑战。其实就是普通难度啊。是，是这都好晕哦。对。哇哇。哇哇。哇哇。哦。可能等一下可以先看看蘑菇长怎样。哇，这个路也太跑酷了吧。哎、欸、哎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你被抓走了？你被抓走了吗？我刚刚没有下车，差点被带走。记得下车啊！这要走吗？莫林石，莫林石。哎、欸，我看到蘑菇了，这里好多哦，超多的。莫林石，这里有哎、欸。地心。对啊，黑人青蛙。洞下面。洞下面。哪里？我摘完了，我摘完了。上不去，喂、欸，你踩人家头上去，对啊，舒服。来吧，就让我丢个燃烧弹。想干嘛？想干嘛？很亮吗？我丢很亮啊！你看连那边都照起来了、啊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哪里？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这里有泥土。哦。需要我来。啊！哦，钻过来了。哎、欸，
好酷、喔！这什么、啊？我怕怕，感电水晶，有人要挖吗？来，我帮你。明家明家。欸、我看，呜、会电吗？啊，不行，会电哎、欸。会电哎、欸。那、哦，就它中间会有那个雷电，要小心。它能打掉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你打了就会有。这样轰不掉。谁过来？没有，走了。我过不去、欸。谁在挖旁边嘞？他在最前面。哦、啊！要死了，要死了。挖旁边哦，赶快挖旁边。挖空一点嘞。对啊，哎，虫来了。耶、yeah, ！挖过来，挖过来，挖过来了！哦，我在打城，我在打城。哎、欸，那里有蘑菇，我被推下去了，谁推我？后面就只有巧克力哦。哎，骷髅王，骷髅王，哎！不要小心，不要被电死。我的香菇，小心哦！我香菇被电死。很多小虫，很多小虫。小虫烧的最方便了。啊！你补血吧。OK， 舒服。又来又来哦！不要我！我决定不要浪费子弹打小蜘蛛了，我要用锤头锤。我拿稿子，对啊，我都拿稿子在敲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白色、啊、这个都是部落蘑菇 ，OK。哎、啊，我们有几个蘑菇啦？好，我叫一下茉莉来。好，我丢闪光弹。嗯你、欸、那还有一个在上面呢、欸。哎呦，我差点掉下去！上面那个只有彩彩拿得到。哇，繁星表示我也可以啊。啊，繁星上！我、哦、差点，我要打茉莉。你怎么这么喜欢打他？蘑菇七颗。我总觉得这等下。需要扣点血。那旁边那是金子吗？哎呦呦，拿到！对，金子就只赚钱的。嗯，高团。你敲这个吧，都会没有弹药。要弹药就说一下、啊。弹药。嗯。平常打怪要节省。哦，那边超猛的，哎呦，冲冲！里面很多蘑菇哦。摘蘑菇，好亮哦！竹子，我这电器的也会亮亮。不是，是我丢的闪光弹很亮。哦，是你的闪光弹哦。你的光照明弹。哦，那个那里有超亮。哦，你的闪光弹超棒哎！开灯。你要挖土了。巧克力。好。挖土。交给我来。我的工作。喂。哦，好深哦！哎呀，挖开了。黄金，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回来，怎么这样？这边有那个主线要的石头，哦，莫林石是不是？好，对，很缺，很缺。等一下，要爆了。呵呵，摘蘑菇，蘑菇还蛮多的啦。对啊，怎样？哦，那里，大片。还在？怎样？他去哪里？我们这里有标记，有标记。他在很上面。累了。哎，笑。交给你。你们怎么在上面的、啊？我不知道怎么上去、欸。旁边。狙呢？按错了。莫林石在哪？没看到。头上啊！哦，好，头上，我已经挖一半了，在上面挖不到。对，这里可以跳，这里可以跳。欸、东西满了，挖了会浪费哎、欸。对的啊，所以一定要存，要存。我天啊！我想说会掉地上。每个人都存一存。有这里都可以挖了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我太急了。喂、欸，好酷挖法。啊，差不多，不用倒那么干净，底下应该还有更多。走，然后泥土这里，嘿，十七个香菇的，
对啊，香菇还蛮多的。失败。哎、欸，我有什么？脚皮没有，他们。你们在哪？繁星太太，这里哦。走走走，有标记。走这走这。蘑菇很像糖。这里有莫林石哦，右边。哇，这里好危险哦。哇哇哇，头上。都是。哎、欸，没有，这里是蓝水晶是可以破坏的哦，它只是亮亮的地方。喂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大量大量哦，后面也是哦，前面爆炸！哇，完蛋了！怎么了？哇，好黑哦，后面堵，没关系，这里左右都有。哦，这是黄金。蓝水晶好像就没有用。谁、哦、打我？谁打到敌人啊？谁打我？抱歉，我。小心小心。神人，我想说那里怎么一直亮亮的在那边？干嘛不能挖东西、啊？来挖挖，可以那个茉莉存一下。嗯，茉莉在哪？后面后面，你可以叫下来啊。蓝水晶就是点灯用的啊，还不错。他挖了没东西。好。蘑菇够了，我这边再拿一个都够了。好，消团可以挖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多拿一点。哎呀，水果吃，嗯。这到底在干嘛？怎么了？他说那果实吧。这个啊。果实好像吃了可以补血吧？我有钱呢、欸，拿些钱。需要你点亮这世界。对，好多莫林石哦，挖一下。有吗？哎呦，旁边都有，旁边都有。这边可能要弄一下那个造界塔，因为很大，感觉就怪怪的。好、哦。这边挖完其实就够了，这关还蛮简单的。而且香菇也拿好快。嗯，我这边。我也弄一个补给仓哦。这里面洞窟里面也有一堆，感觉弄一弄就够了。我满载满载，我满载。哇！茉莉过来。从果然，哎，警察出了，警察出了，小心！任务也完成了。不是，我还没有拿那个、欸。哪个？补给仓，补给仓在这里。对对，我在拿。好，每个人都可以拿一个哦。我按喽，我按喽。等一下。啊，我们是要往回走啊。对。顺着这里吧，这里有菜菜铺的路。OK 吗 ？OK 吗？前方来袭哦。我把他们定在下面。好，那我往前走。前面的小蜘蛛，交给我烧光光。九一九一，有个上。嗯。没有，我怕你落单，担心你一下。啊、我会卖队友，怎么可能会落单？哎，很多、哦。大头，小心！这里怎么有点上不去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干掉他，干掉他！走。Go, 快跑！没事。有更多，有更多，钻出来了。右上。这里吗？这好像没路哎，你好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哇！那稍微打打他们这一波喽。